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美国中文电视《中文厨房》。那么在这一期呢，我们大家将隆重为您推出的是纽约青岛饭店篇。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，是青岛饭店的大当家江丽华大姐。江大姐你好，雪红你好，大家好！品味经典，感受中华美食，舌尖之旅，让您的味蕾尽情绽放。哎，大姐啊，哎，就是咱们北方人有一句话，就是说好吃不过饺子。是，哎，现在呢是9、10月份呀，正好是鲅鱼上市的季节，对不对？秋鲅鱼，对，秋鲅鱼，在咱青岛的话，那人人家家户户都会有吃鲅鱼。是的，然后呢？那在今天就分享一下青岛的鲅鱼水饺的做法，好吧？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饺子面的做法。哦，饺子面，首先，哎，饺子面呢，现在首先呢，先放点盐，浇这个饺子吧，有劲道，哎，有筋斗啊，水加温水就可以了。温水就，这饺子面、饺子粉的话，一般超市都是有卖的。那要如果没饺子粉，我们用什么样的面？用中筋面粉。那分再来就说那个饺子面呢，人家说圆面饺子用面汤，饺子面就稍微圆了，因为它是中筋面，哦，它就比较有筋斗。现在和好面了，和好了。那是不是要还醒一会儿？哎，得醒一会儿。哎，大姐醒面的时候，咱们准备做什么？开鲅鱼吧，开鲅鱼。好，哦，好嘞。咱青岛有一句谚语啊，就是秋风起，鲅鱼跳，鲅鱼跳，丈人笑。哦，你连这个都知道？对，我听说了，哦，就是说每年到这个季节，女婿送鲅鱼。哎呀，女婿送鲅鱼，对，这是我们青岛的一个蛮好的传统的一个风俗。对对 对。那咱们这个在美国，这是叫什么鱼啊？它叫马脚鱼，马脚鱼，哎，是不是也是鲅鱼的种类之一？对，反正挺和鲅鱼差不多，但是它没有青岛的那么鲜。鲅鱼一类，但现在美国就用这个当鲅鱼了，哈。我们青岛的这个鲅鱼呢，到了这个季节吃的时候，鱼肉很细腻，很细腻。哎，对了，对，那这咱们现在这不是没有青岛的鲅鱼吗？哎，就这个就类似了，这个，对，哎，这就和鲅鱼就一样了，就是打粉呢，小心，首先把头给它砍掉啊，嗯嗯，哎呀，利索，大姐一看就是，就是，把它先这样。哇塞，这你也太利索点了吧！哎，咔就给它，把它片下来嘛，片它这，哦，你看哈，这样片两半了吧？啊，哦，然后咱不要鱼皮哈，这个鱼皮不要，哦，鱼皮不要，嗯，那得现在把它片走哈。哦，慢点片，把它片以后再立下。嗯，好，哇，真是看哈。哦，那鱼皮不要了，就光要鱼肉，哎，得鱼肉哈。我要用手来摸一下，你摸一般这个刺儿就在，你片的好，你看这一根刺儿都没动它，嗯，哎，在那边哈，嗯，把它是刀背儿，哦，是用刀背儿拍的，真看得着哈，把它刀背儿拍的，哎，拍拍记鲅鱼，为什么我们青岛人对这个鲅鱼这么情有独钟啊？那这是我们青岛的一个特产，只有青岛，哎，每年一个春天春季，哦，现在是秋季，哦，哎，就这两个季节出，哦，我们青岛实际吧是个沿海城市，也是一个海产品很丰富的，对，哎，嗯，你现在你就上青岛去，嗯，每一个市场全是鲅鱼，嗯，哦，那鲅鱼哪有这么小的鲅鱼？嗯，最起码得二三十斤，二三十斤，哎，这么多，光一个鲅鱼头一个大盘子盛不了一个桌。哦，哎，那现在是鲅鱼处理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是不是和馅儿了？再切点韭菜，切点韭菜，嗯，这个韭菜吧，嗯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吃，嗯，像我们北方人吧，就他喜欢吃韭菜，嗯，对吧？别的地方你可以放点香菜也可以，哦，他们放香菜，那也很好吃，哦，好吃，那除了韭菜香菜呢，其他菜可不可以搭配？也可以，你可以，是不是味道不如韭菜这么好？对，咱们山东人嘛，他吃韭菜比较就好像折腥，韭菜那个鱼他就可以那个，对，可以去腥味，哎，对对，嗯，这个韭菜不能掺多了，就掺了一点，就它够味儿就行。就要有点掉一个味儿，哎，掉一个味儿，嗯。你想它还要放点，为什么得放点猪油？因为这个鱼呢，它这个鱼肉呢，它太柴了。哦，你得用点肥板油拉它一下。哦，用猪油，哎，也就是说就是板油，猪板油，猪板油啊，这不是青岛叫猪板油。嗯，对，咱们这也叫板油，这个板油是特殊的，全是肥的那种，不是超市那个肥肉，不是的啊。哦，就是专门是叫板油。哎，它是作为一个调料了。
嗯，因为你放一点吧，拉的这个鱼呢，嗯，第一它香，拉油香喷喷的，再一个它遮它的腥味儿，遮它的腥味儿、哎。你像韭菜也是遮它一点腥味儿。对，北方人做水饺都用很多生姜，咱们这个鲅鱼水饺不用生姜，应该放点儿。葱姜打上点汁放进去啊，再、哦、还应该再放点花椒水。哦，花椒水，哎，哦、把花椒煮一下，放点水，它不去那个腥、哦，好吧？我吧就是说做东西凭我就、嗯，我没有说去称称量了称了、嗯，都是凭感觉。那、no, 我的手有数，嗯，我的都是分量都在我的手上。不、嗯，这就是三四十年的，这叫功夫、嗯。你这一把手，这也是要买保险了，你这手。应该十字力量四十多年了。哦，四十多年了、嗯、那你。这个手绢是宝贝着的、哎、要保护好。哎，这个韭菜呢只有鲅鱼和这个肉饺了，它的馅儿只有三分之一。哦、哎、嗯，就是说韭菜一点点就够了、嗯、它起个调味儿的作用。对、嗯，它不是三鲜水饺、嗯、你可以和肉啊，三鲜水饺必须韭菜也占量。对 对, 对，哎，肉少一点或者再就虾、嗯、是吧、嗯嗯、这个鱼呢和韭菜只占它的三分之一的分量、啊、所以说这个鲅鱼水饺的造价会很高、嗯、对，它只要是吃它的鲅鱼嘛、啊、哎，对，所以叫韭菜配配味儿就可以了。嗯嗯，哎，现在开始和馅了、哎、面和好了、哎、嗯，那再首先呢先把鱼哈、啊、把鱼肉，哎，我这一下都不敢错过你的调馅儿，这是太经典了。把这个肉板油，板油哈、嗯，这个韭菜最后放、啊、最后 放好了馅，调好味儿的时候我再放上、嗯。那我呢，就是说就放我自己手上有数哈，给你手上的感觉。啊就是、放点盐，啊、嗯、这个再放点白胡椒，这是白胡椒，白糖哈、啊，白糖，放个好鸡、嗯。好，那再放点鸡精哈，五香粉要不？五香粉不要，刚才放了盐、哦、啊，都放味精、糖、胡椒粉都放了。嗯，再现在开始加点油，哈，加点油。嗯，再先加点那个花椒油，花椒油再加点哈、嗯，这个花椒油它那个哈。哦，我、哦、花椒油挺多、嗯、哎，对，就它那个花椒油，它去它那个腥味。哦，去腥味。再加点料酒，这是料酒、嗯。料酒什么样的料酒都行，就是哎，只要是料酒，绍兴也是、那个、料酒。它这个鱼一定要吃这些。哦，鱼一定要配酒。再加点这个油，加点这个、这是食物油，食物油可以。嗯，加点生的食物油吗？就是这样超市买的、哦、因为最后再加点麻油吧，稍微、哦、但是这个东西可加不可加、哦、有的人不喜欢就不用加、哦、对对对，好吧、嗯、我感觉加点稍微提味儿啥、哦、提味儿就加点、哎、要叫它和鱼和肉都融起来一起了，都啊都要融化融在一起，用着哎、嗯、加到这样的搅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嗯，把这个韭菜嗯，再掺点，嗯，这个韭菜不能掺多哈，嗯，对，够了就行了。对、嗯，大姐反复强调，嗯、韭菜不能多、哎，不能加，韭菜不能多。你是吃鱼水饺吗、嗯？你不是吃韭菜水饺，对是不是对对。你三鲜水饺就可以多加，嗯，这么加的。嗯、你好香啊，香吧大姐，就是哎，你看这会儿吧，面醒好了，再把馅儿和好了，嗯、你看哈，哎，已经醒好了，嗯。大姐，看你这手法，嗯，看到、哦、看到我的手就和包饺子的手，对呀，嗯。来美国第一份工就是中秋节，这个工作就是应聘包饺子，应聘包饺子。哎，这有什么技巧吗？为什么我们捏的就大的小的不一样？嗯、你这在包饺子啊，你别说啊，就是有经验跟没经验，然后初学者跟平常做的就是不一样，有很多讲究。哎，大姐，我在家包饺子经常露馅儿呢，你这怎么就包的这么漂亮？对呀，你看我吧，啊、把面筋先擀一下就平匀、啊，但是你擀的时候要尖擀边儿。你不要擀中间，中间带一包就把它抻薄了。哦，哎，你看我的中间的，你看我中间稍微以后边上薄、哦，是不是？哦，中间还有鼓起来。哎，对了，边儿比较薄。所以你这样吧，永远它不会露馅儿的。哦，哎、再教我一下包这个叫什么？这叫挤角，对不对？挤角，挤角，挤、角。你看、嗯，把它放在中间的、哦、啊，你看，光捏皮儿。哦，光捏皮儿、嗯嗯，你看，哎，哎呦我的妈呀、嗯，漂亮，这叫个像个元宝，元宝，嗯，还不在元宝，还包进气儿去了啊，哎，里面有气儿、哦，一下出那个饺子圆秃秃的 ，OK， 好。再一个，这个水饺呢，新鲜的，就得水开了下。哦，新鲜水开，哎、我做上水吧、嗯。然后呢，那个冻水饺就不能用热水了。如果冻水饺的话，不要水开了下。水不要开了。哎，开的时候四五成、哦，五成吧。五成的时候就下去、哎、下进去了。哦、哎也，全是经验，哎、大姐。你看，最后水百分之百得开了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，需不需要一边下一边搅？不用急，先不用急。哦哦，水开了你贴的边先不用急。贴的边下哈，水开了贴的边要不要下下？哦，贴着锅边儿，推一下，哎，推一下的哈、哦，要盖盖儿吗？盖一下，要盖一下。
啊，是咱们这个煮的话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真的很重要、啊、你第一吧是怎么了啊、嗯、水宽脱的时候哦下饺子，你不要是水要宽，饺子比水都多，那就很容易破、哦，对、哎，它就黏糊了。嗯、OK， 你看、啊，你看这个多好，好对吧？快，哎，需不需要中间点一点水？先等一下，不要紧，点两次，中间要点两次，点两次。你看这火多快，这个火多好、嗯，你看，点上点水，哦，哎，把锅盖再盖上，再把锅盖再盖一下。点上点水吧，叫它熟，要不你煮的太凝固了，哦，它不能掉。是不是、啊？嗯，一个破的都没有吧？对呀，这么捏得很好。啊、OK， 啊哎，这个素菜的吧、啊，应该两颗就好了。啊，因为今天这是个鱼的嘛，啊、叫它火，叫它过一点。哦、啊，被鱼的啊，哎，被鱼不熟哈，啊、放心、啊对对对，哎，你这会儿就差不多了。太好了，啊，盘子放这儿，好、嗯，然后捞，饺子底儿就朝天了哈、哦，看都鼓鼓的哈、啊，嗯。天哪，这实在是，快、嗯、看快看，天哪！热腾腾的饺子，你就可以讲，别这样子。哎，你尝尝这个鲅鱼水饺，好吧？这是我最擅长。OK， 好，这是我的专业。看有点家乡的思念。嗯，真的想家了，太好吃了。你有的喜欢吃，还要吃点大饭，但是米锅不行，对他怕有味道。回家如果是周六周日，一定要加两瓣大蒜，对对对，才更够味，那就够味了。真的，大姐，给你竖大拇指。观众朋友们，青岛饭店的鲅鱼水饺的制作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您想重复收看我们的节目，请上网 sinovision.net 点击查看《中文厨房青岛饭店篇》，即可在线查看。您呢，也可以到法拉盛图书馆的斜对面呀，到青岛饭店，品尝一下现包现煮的鲅鱼水饺，而且呢，你也可以买一些他家的冷冻的。感谢你的收看，青岛饭店永远是你信任的后厨房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